太好看了吧，也对，太好看了，哇，这真的很好看，哇，我今天这个裙子真的穿对了，好感动。这个美女蔡少芬在哪里啊？我美女不知道，在电视里，在甄嬛传里。在甄嬛传里，你是不是蔡少芬起的地址的？我是蔡少芬助理 A， 我是蔡少芬助理 B， 我是蔡少芬助理 X， 我是蔡少芬厨师。我们刚刚出去，他们说，旁边的人说，我们刚刚见到蔡少芬。你们几个人是蔡少芬的助理吗？我们说我们是。你跟他说你神经病啊！你没见到那么美的美女，比她都美呀、啊。说我是蔡少芬助理 A， 然后他们说蔡少芬助理 A， 他是 B。不是，我说我是蔡少芬助理。然后我会很担心，我很快就给你们藏去我的那个房玩。等会儿出去的时候，你就把手放床，我给你扶着这样。